英镑，国家元，我是英国人。现在我住在台南。Very good。我33岁。我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我是英文老师。我喜欢看书，可是没有多空。我没有空。我没有空。周末我会去探究。我会跟，我会跟朋友出去看。我喜欢做饭，弹弹吉他。我参加去旅行。Very